剃头拄到丰收的，这是花莲新社警察局伫咧新秀农会办这个丰收的演习，希望予农会工作人员也够警察，万不离拄到代志时反应会当更加紧。这段画面一个铺上网络了后，引起着网友大家一直传，看到到底真爱笑。原来就是演习的过程，这个搬派头的警察一直揪裤头，落尾当要走的时，搁再跌倒，看起来这个画面真趣味，予网友看到到底，大家一直传出去。两个抗命的歹徒，一个落车，随着牙青装入去浪花，大声喊爱内底人拍落，大声来喊爱银行的行员将钱放入去袋仔内底。不过详细看，其中一个汗臭真好，穿花仔衫的歹徒一直咧揪裤头，就惊裤落去，无想到逃走的时阵悲剧发生啊！歹徒真不幸来跋倒，爬起来了后才开车走去。哪有这么两公的歹徒？原来这是花莲新城警分局伫咧新秀农会来咧做封抢的演练。两个警察装作是抢匪来农会抢劫，不过体重将近130公斤的姓廖这个警察，一直咧揪，伫要落落来裤头，伫咧逃走时阵搁跋倒，互看到的民众笑甲要变鬼。影片嘛伫咧网络顶端来传。跑的时候不小心跌倒的，手跟肚皮那边擦伤了。不过这身躯打扮奈这么明显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。饮酒驾驶，予警察临检，民众各种足强的举动，这就是去年新城警分局在做治安的演练，同款找来姓廖的警察演饮酒驾驶的民众，足认真的演技，予民众笑是真的。伊嘛予人笑讲是予警察透露耽误的演员。本次的防抢演练是没有剧本的啦。是自由发挥啦，临时安排的防抢演练状况啊。虽然影片予大家感觉足笑开，但也是希望借着这个实际演练，加深警察甲行员应变的能力，保证年节期间经营单位安全。记者综合报道。